功的长度目前看起来是4.7啦，从1.7增加到4.7。那子宫的厚度，子宫内膜厚度还是很薄，子宫厚度很薄，只有0.54。继续读，这是子宫颈，子宫的长度有没有搞错？5.8，5.6。这是子宫，虽然长度好像有点趋于正常，但是子宫内膜还是很薄，子宫内膜很薄，只有0.33。好，你有佩戴口罩吗？